I woke up with a fear this morning, but I can taste you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Alarm without no warning, you're by my side and we've got smoke in our lungs. Last night we were way up, kissing in the back of the cab, and then you say, love, baby, let's go back to my flat. And when we wake up, never had a feeling like that. I got a reason, so man, put that record on again. I don't wanna hear sad songs anymore, I only wanna hear love songs. I found my heart up in this place tonight. Don't wanna sing mad songs anymore, only wanna sing your song. 'Cause your song's got me feeling like I'm in love, I'm in love, I'm in love. Yeah, you know, your song's got me feeling like I'm. No fear, but I think I'm falling. I'm not proud, but I'm usually the type of girl that would hit and run. No risk, so I think I'm all in. When I kiss your lips, through my heart beat thump. And now we're way up, dancing on the roof of the house. And then we make love right there on your best friend's couch. And then you say, love, this is what it's all about. So keep on kissing my mouth and put that record on again. I don't wanna hear sad songs anymore, I only wanna hear love songs. I found my heart up in this place tonight. Don't wanna sing mad songs anymore, only wanna sing your song. 'Cause your song's got me feeling like I'm in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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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n love. Yeah, you know, your song's got me feeling like I'm. I don't wanna hear sad songs anymore, I only wanna hear love songs. I found my heart up in this place tonight. I don't wanna sing mad songs anymore, I only wanna sing your song. 'Cause your song's got me feeling like I'm. I don't wanna hear sad songs anymore, I only wanna hear love songs. I found my heart up in this place tonight. I don't wanna sing mad songs anymore, I only wanna sing your song. 'Cause your高端位真的超强，对啊，对，好，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不要透露不要透露，拜托，看一下吗？今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真的很久没有那么卑吧，我要走了，真的，拜拜。那我们那个圆锥掉下去的加速度是多少？我来算给你看吧。答案是什么？我现在算不出来，我现在算出来了，真的吗？真的啊，给我一支笔，拜托。好好好，快点，好，伸一支笔给他，就给你一支笔，没有纸哦，还有纸，还有纸，好不好？搞什么？要不你摔，你摔在蒋劲人身上，摔蒋劲人，我要过来，我要背身。认真。这没好路，真的要算。不是要塞一支笔给你吗？我要算啊，这没有什么啊，这没有什么啦。高中物理就是有学过，就是来说看我到现在不会。真的冷。哎，你刚把椅子转了365，没有90度，好不好？90度而已。对。认真要算，我还是。可以啊，可以算啊，但拜托给我一张纸，真的。纸哦。哇，真的有纸哎！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哎，你快点记录这个时刻哦。可是你算出来，我觉得没有人会知道答案。你呀、啊，我不知道，我不记得。谢一文，谢一文，你要负责。其实网络上应该查得到吧？哎，看看画错。谢一文，你要负责去。画错，画错，画错，画错。你负责帮人家看他有没有对。所以条件没有给齐，没有，这样够，这样够，你算瞬间加速度，这样是可以算的。这是监考老师。你的门挡，你的门挡先生，你的 Mr. 门挡。监考是蛮好笑的，有很多监考。好，分之 v 平方，所以是 OK， 一平方 r。那我都忘光了。靠背，这个 r 是多少啊？好痛。
不行欸，没有，他一定要给啊！你少一个未知数，哪一个？啊，扁锥啊！你干嘛在？你干嘛在床上？那就 H 跟 R。五光年。没有，你给其中一个就好了。五光年。我们要给我 R 好了，因为这样比较好表示。五光年。R 二十可以吗？那其实对啊，因为你有角度，我就没关系了。哎、欸，干嘛？R 二十。卖我！高飞啊！你们这些真是。啊、上车了吗？你要上车吗，廖国军？你怎么知道我们已经上车了呢？我没用过啊，我你没有？那我可以买吗？啊、全新的吗？可以啊，你可以买。对，鱼玄公司是什么？没用过是因为鱼玄公司是因为没有兴趣还是怎样？上你家口上你的吸手比较。屁啦！那谁跟鱼玄公司？是 A 平方加 B 平方减二 AB 口上 C 的开根号，好不好？是什么？还有谁的手？我怎么知道、啊？我的左右手表。我的右手比较舒服，我的右手比较舒服。你的右手比较舒服，你是什么？然后算完了 ，OK， 好，不要玩了，就这样。你算完了，算好了，就把事列出来，然后大家放进去就好了，是吧？放进去，对，看一下，看一下，二十是多少？看，好像很厉害耶，只合照一张啊！来，一二三，哇塞，好不好？好强哦！真的是很厉害，不需要圆满圆满结束，我不需要你们肯定。OK 的，好啦，你真的很帅。要解释吗？就是。好了，没有了，真的，这样一定是对的，真的啊，真的、欸、有没有摩擦力啊？没有吗？摩擦力好像是第二。那你明天要选场来当当太厉害了！那你还记得也真的很厉害、欸。因为内心题印象让我太深了，我整个就在那个题上面花多久时间？嗯，好吧，对啊，就是这样。好啦，很棒，很棒，很棒。好棒棒，他比较好棒棒。好了，回去了，不好意思拖大家那么久时间，我知道你们就是想要回去很久。你们要回去了，对，我们赶走。对。我们要拿，一起走了好吗？门打不开。好吧，你确定这是你外套？不知道。谢文。谢文也醉了。我蛮崩溃的。谢文也醉了。可惜我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你意思？你挂回去，挂回去。挂回去。叶晨曦醉了，太久以前了啦，蛮崩溃的。到底谁的外套？看过我，这我的外套，我借他的，好吗？他好香哦。六车或七车，我们三个，我们这城市有太多勾引的，大家都很棒，大家都很棒的，大家嗨咖，好喜欢你们哦。每个人都是吃喝开发的，我都那车。你外套到底是哪里的？就是现在。这是我外套，这是我外套，就是这样，这种外套。时间尺度在楼上吗？啊，对啊，应该在我们那边吗？可是物理性，我觉得你不可以知道什么是 R 二十，你可以就直接讲，直接讲。哇，郭明如，你问郭明如，你看起来不是就是一些工具，然后是男生的，这就好难。对，一些男生的大人的玩具。我刚以为是这样讲可以吗？你不适合知道什么是 R 二十。为什么他就你不能因为他长得清纯，然后就觉得他不适合知道？对。得罪人了哦，这样也是日本人。你知道你这样是得罪人了吗？我这样是得罪人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没有了，没有了，没有。知道为什么吗？没有，我没有意思。我跟你说，你知道？啊，没有，我们没有意思，不要。我们有一阵就拜托，我真的不要。我就加入台，我就是为了战爆你。哎，我是王广，我可以不要加。这可能很难。我已经在里面了。你赞他，他会按你赞。不要再拍了！你再玩按他惨了，你还被抢。机车哎、欸！我没有说。有外套拿到了。就是有得罪你吗？叶子，你拿外套了。好了，没有，你没有得罪我，我很喜欢你，真的。对啊，真的。外套拿到了。我觉得你这样子真的不是不太。好了，抱歉。该走了。没有，你没有觉得抱歉。那要怎么办？那要怎么办？跟谢文在一起，跟他喝一杯，感觉这完全不是解放，不要闹，想看好跟谢文的大腿在一起，他也要愿意啊，他大腿肌应该是不错，他愿意啊，他两个腿肌应该不错，我真的觉得他大腿肌不错，要是跟他一样大腿肌，我觉得就是我膝盖，我让大腿肌跟你入镜一下，对啊，对啊，拜托，不是这个意思，回来了，没有这个意思，真的。
已经太多枪了，我觉得现在腹背受敌，就是全部都是。没有啦，我很认真。对啊，你很认真的呛我。不是，我没有呛。杨金人喝掉。啊，就是我只想要吃蛋挞。对、啊，下次要记得要下凡间一下，就是知道。对，我会多想一下。对，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在录的什么。那你可以接受我抱歉。很复杂。我觉得录了会很奇怪的东西。我以后会再注意一点。对，好好。好，那个外套拿到了。没有。好，那我要先回去了哦。外套拿到了。外套拿到了。好，那对。好啦，回去路上小心啊，喝两分钟。谢谢你们。Don't break anything。真的真的，我真的很久没有喝那么。明天早上真的要八点半吗？还是九点好了？我觉得还是九点可能好一点，对啊，还是九点半，对啊，要不然我可能我可能从山顶这样滚下来，然后变一颗雪球，然后到山顶。对，我们先九点约路口啊，如果不行，我们再改九点半，好不好？阿星在扶你的肚子。好了，谢谢你们，但是在拍我，真的内心很有压力，你知道吗？没关系、啊，我们那天开个会，然后有人拍，然后就有人超不爽。没有，我们看、欸、这都不能放进去。我们是在自拍啊，哦，在自拍啊，妈，你明明在录影。自拍，什么？你开会？国军，国军走了。对，谁把我拉走？好不好？拜托。谁把我拉走？对，没有。我需要被拉走。对。不好意思打扰这么晚。开始走，国军，开始走不出去。你明天酒醒了，你一定要后悔。他走，人家走就会走回来。你一定后悔。走回来会坐在这里。我把你的公司也留给你。大家晚安。对。我回来了。刚刚走了走。干他妈！他一直开我们、啊，然后呢？